请你知道一下，就是我下载下来那两个压缩档，当然就放在下载里面，对不对？好，那你就要知道说，那下载到底在我本机里面的什么位置？因为我是从网际网络上下载下来的。好，所以怎么样去检视？如何找到下载的档案？所以第一件事情，请点选档案总管。档案总管完毕之后呢，你看左上角这边有快速存取，这个快速存取是指说你最近啊，你经常会去的存取位置，好，它就简称叫快速存取。当然，实际上档案总管它一定是从本机开始描述，本机里面会有 C 碟、B 碟、E 碟，好，以此类推。那我请你点这个下载快速存取里的下载，当然你也可以点本机里面下载。这两个地方其实现在等一下就连接的位置啊，导向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好，你可以点选这个修改日期。修改日期的意思是按照你就是下载那个原始下载档案它的一个日期的编制时间，好，还有就是你下载的时间。举例来说，刚刚我们是不是在9:20跟9:22分别下载了这两个档案，它就会排在最前面。好，所以这个使用的小技巧提供给你参考。然后接下来记得要做解压缩。解压缩，所以滑鼠右键，解压缩至此，记得输入密码哦。他只要抽，他5月份重复取款，可嗯，是 Amps 没有秀他什么时候付款，他刚然好后，在端午节前的哦，那个，这个应该可以拿到啊，我看一下，好，因为然他后刚好接。在疫情期间呢。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一个档案呢，也麻烦请做解压缩至此。确定。好了，所以解压缩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个有线电视统计2021/09/08/04的 TWBX。TWBX 就是 power，就是 tablet T W B，好，它其实是就是 tablet 它的一个档案格式。再接下来，你还会有一个资料夹，叫做行动通信业务用量。这个通常我会先解释数据。